你呢个女人害死咗我仔，搞到我女坐监，你仲好意思嚟揾我？发生咗咁多嘢，始作俑者系你啊！搞到你个仔死咗，搞到佢女坐监嗰个，都系你而唔系我。如果我个仔冇识过，你就唔会有呢啲嘢发生。点样始作俑者系我啊？荒谬！唉，算。 我讲咩你都唔会明，你讲咩我都唔会服。其实我真系唔应该可怜你，唔应该同情。我使乜你可怜啊？你有资格同情我咩？其实我真系好憎你。不过我知道我 B B 出咗世之后，名义上你都会系佢妈妈。我今次嚟就系要同你讲清楚，我系会100% 拥有我 B B， 而我亦都可以保证。 佢唔会分你嘅家一分一毫，亦都唔会要你哋任何名分。律师就写得好清楚，我同 B B 以后同你家冇汤冇盐。我要翻房打机啦。喂，打机之前记得洗晒 CCTV 片咯。多谢你肯帮我保守秘密。我多谢你阿珍。如果唔系你，我哋喺个海度揾紧 Anna 啦。喂，我哋咁难都揾到 Anna， 我觉得只要我哋唔放弃，一定会揾得翻你家姐。 嗯，一定。打機。記得 delete 啲片啊！啲片其實我一早 delete 好曬啦。叻仔，不嬲都係。恭喜曬！恭喜曬！你請，何請傻傻地，點解係溝仔咁啫？今日啊，雨神。 今日就想出通知，下个星期头就叫佢升职为总化验师。余星柏，嗱，虽然你个样咧就靓啲我少少，胖我又叻我少少，但系事业运咧好讲命嘅，唔好意思啦，今次我赢咗，我正式做你嘅上司。恭喜晒，心悦诚服，现代人唔会讲呢啲嘘嘢噶，消失嘅语言嚟噶啦，心理反射，你唔僵？什么叫唔僵？ 锯啊，即系日照啊！嗱，总言之，我而家升咗职 ，office 又搬上10楼噶啦。但系你哋以后所有 report 我全部都会拆噶。你收咗工未啊？我哋唔系讲好咗唔再联络嘅咩？我同你解释清楚晒啦，所有嘢都我前妻做嘅，唔关我事噶。你哋边个做都好啦，其实你唔使讲俾我听噶。 Ruby 啊，你听我解释啊 ，Ruby，
醒啦！醒啦！辛苦你。醫生話你唔係傷得好重，我叫留院觀察。我點解會喺呢度嘅？應該係我問你發生咩事。点啊，醒翻啦，好唔 OK 啊？如果身体 OK， 循例同你落份口供。我想问一下，我点嚟医院呢一度噶？停车场嘅保安话听到嘈吵声，之后发现你晕咗喺地上面，咁当时失去知觉，所以佢报警。你记唔记得当时发生咩事？系唔系有人袭击你？我去攞车，有个黑衣人拿着把刀嚟袭击我。他追住我，我拱开他，然后我走，他继续追我。跟住唔记得啦。你记唔记得那个黑衣人是点样？他戴住帽戴住口罩，我看不到他的样子，但他的身形不是很高大。你会不会最近在外面跟什么人结怨，或者你觉得有什么可疑的人是对你不利？等等，我问他。嗯。他这样被头上剪了，迟点先问。Sorry， 唔紧要，休息下，我落去买啲嘢俾你食。拜拜。Hello， 想睇我有份演出嘅《法证先锋六：幸存者的救赎》，而家喺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就有得睇啦。每日紧贴香港更新，快啲 download 呢个免费蓝色 app， 随时地煲新剧啦！